我是 TYC 馆长，今天要为大家开箱的是最轻巧的掌上型开源掌机 RG300X。我们来开机一下，首先就会看到这台主机的标题画面。好，它可以玩的模拟器也很多，包括有这个 X-Game、DOSBox、FBA、Game Boy， 还有 Game Boy Color、超任、GG、Engine、WS、MD、PS1 是可以玩的哈。那这是 Neo Geo Pocket、GBA、你的 PC Engine。Neo Geo 哦，所以它能玩的游戏接近上千款哦。那这一款原则上非常小台哦，一个手掌就可以拿了哦，大概跟手机差不多大小，大概跟 iPhone X 的大小差不多。好，跟 iPhone X 的大小差不多。好，所以其实非常轻巧。光是 PS1 的游戏就非常的多的哦，包括像《宝特浪漫旅》啊、《兽人格斗》啊、《天珠》啊、《太空战士》、《恶灵古堡》哦，这些很有名的游戏都有。我们来试玩实感赛车室。这边有两个喇叭，所以它是立体音的。这边有音量可以控制。也是完美重现 PS1 的画面。那其实 PS1 的画面其实现在来看颗粒很大，但如果是放在这个小小的萤幕上，反而画面就变得很好。来看看实际画面，那读取速度呢？跟以前差不多，就是完整重现 PS1 的画面。经典的扫尾。如果你不想要带很大台主机又想要轻松玩的话，非常推荐这一款 RG300X。如果你喜欢馆长的影片，请记得帮馆长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，你才能定期收到馆长的最新钢琴演奏或是开箱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